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两手呢做这个灯引，就是做灯引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毗卢起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臂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根儿，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ubaba Humpada So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Kakanga ganga tsatsan tsatsanya tsatsan tsatsana tatan tatana. Baba baba mayara la a hyaha saha c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 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Om ye damaheda trabava hetan tekhen tatan gato haya ande tekhen tsayo noroda eobada ma hy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ta je cho da ba ba ke da la da da do de ke bi ja sam je nam ke ne sa nam ga ko a ye la ma ye dam ga do so nam do Dadang to Jerky Bija Sanja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 Yambala Yambara Shiva Danyata Chajum Jota Sanjato Dadang Dai Sanjana Namayene Sanji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中间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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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跟词，然后。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下老所长的光觉多半破了心机了。念完那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无神素佛修，彼除宁护囊，不敢去浅尝，其便终止终止此。这个我们的身体呢，很快会这个死亡以后腐朽，最后呢就是您这个喜欢吃肉的这些狐狸啊、狼啊，他们都是不敢去这个品尝。一定会是有这么一个阶段啊，就一定会是会到达这样一个景象，所以呢，我们对这个自己的身体这一个重视当中呢，说这样那个对自己的身体呢，就不要这个贪执，你再怎么样贪执也实际上呢，最后啊，一定会是变成就是这种这个尸体，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这种执着自己的身体啊，但是呢，不管是你的身体是多美丽、多好看，但总有一天呢，就是会这个死亡的。死亡以后呢，
人的尸体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一般来讲，就是放了这个几天之后就开始这个腐朽就糜烂，就最后呢，就是非常这个臭，这种臭气呢，就是从就一直这个就是扑鼻而来，就是那这样。如果我们有你什么？如果我们就是再这样这个放下去的话，那可能谁的就是不敢这个接触啊。就是一般这个人的尸体呢，就是不敢放很长时间，尤其是这个夏天呢。夏天的话呢，就过了几天之后呢，你再好的这个身体啊，最后呢，让人呢就是非常这个厌恶。就是不要说我们的这个人，就是甚至呢，经常享用这个人的这种血肉的，在这个石头林的恶狗啊。野狗还有一些这个狐狸、豺狼，土狗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本来是经常这个享用这个血肉的，但是我们认的这个尸体太糜烂了，太腐烂的很厉害。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即使到了石头林的话，那就是很长时间，就是他们也是不敢前去，不愿意呢，就是前去这个享用。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所谓人们就是现在活着的时候特别贪执的这种身体呢，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价值有什么样的可贪之处从里里外外就是全部是不管是骨头也好，血肉也好，或者是里面的这个黄水、脓血等等，一个一个剖析开来，然后就是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绝对也不会里面有就是少分的一种这个价值就是精华，就不可能具足的。实践当中呢，就是大多数人对这个身体呢激起的这种贪执，但是这样的这个贪执呢，实际上呢也没有就是多大的这个实在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没有这个实在的意义。尤其呢，就是为了就是贪执自己的这个身体呢而造业的话，那就是这是更不盈利的。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就是在这个有关的大乘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有一个佛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就是极其憎爱之自身，时时摄其如破关，居身居神固入一分里，独子睡意二漂泊，其母为身造恶业。就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话呢，人们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珍爱，就是束缚它。但是当你死亡的时候呢，就像是我们人处这个破罐一样的，就根本呢就是没办法就是作为这个握所。那个时候呢，你自己这个具身的这些骨头啊、肉啊，就是全部呢就是各自这个分开啊，就是各自分开。而独自一人呢，就是独自一人呢，随着这个业力呢，就是前往这个众因。所以说呢，这个随着的只有是什么呢？就是业，而这个身体呢，就是根本就是不会就是跟着我们的。因此，我们为了这个身体啊，而这个造恶业的话，那的的确确也是不合理的。
皆然次以真，真神识故如念，慈和各分散，何况是他亲。那么我们这个人的这种身体呢，就是在生的时候呢，虽然就是骨头啊肉啊就是全部粘在一起，就是婴儿这个出生的时候，从母胎当中出生的时候都跟着这个一起来的，但是最后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这个骨肉呢，就是也是全部就是在这个意义的这个分开，就是大家都可能清楚，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身体拉到石头里以后的话呢，头就是就切成一块，然后这个四肢呢就是也切成最后呢就是身体上面的这个肉呢一块一块的切，骨头呢就是全部就是摧毁，最后的话呢就是整个身体呢就是变成呢就是东离西散了，就是然后这个四分五离全部呢就是摧毁无余，已经就是变成了这样的这种现象。那其实我们身体呢就是应该说是跟这个母亲的这个胎里面一起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粘在一起而来的，但是这个都是总有一天呢就是要这个破裂要分散的话呢，那这个跟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亲朋好友啊，这个呢就怎么会是不这个分离呢，就是一定会是分离的。其实离开他们的话呢有什么样这个伤心的呢，也没有这个伤心的。修行的这个最大的这个危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亲人啊，就以前那个藏历的有些高僧大德也说过，就是外面的漠视不是很可怕的，就是那个内在的这个亲人呢，就是是最可怕的一种修行的这个障碍。以前上师如意宝也是讲如行论的时候也说过，我们一般的这个外来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人与废人的一些细节的话呢，我们通过念咒语啊，就自己一直睁着正念呢，通过各种方式来可以消除这种违缘的。可是亲朋好友来就是劝你，就是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就没办法，因此呢，就是每一个这个修行人的话呢，就是自己也是就变成一个上等修行人呢，还是这个中等修行人。如果你是像真正的这个像银藏高僧大德那样的这个做的话呢，就是要断绝这个世间的一切就是前念。如果呢你像是通过这个利益他们的话呢，那当然这个要对这个众生呢保持这个念系啊，就是以前有些大德也是这样讲过，上师如意宝也是这样讲过，我们要这个弘法利身的时候呢，啊我这个现在是修行的为主啊，就是什么事情都是不管呢，我每天的是这个闭目思维，那这是不合理的。你如果在山洞里面一个人闭目思维的话呢，人和众生也是见不到你，就是如果见不到的话，那他们听不到这个佛法，就是所以这是应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境界和定力和因缘呢，就是做这个决定。
沉寂孤独圣母佛肚子王，苦痛无人叹，情卷又何意。那么生的时候呢，也是孤零零的来到人间，死的时候呢，就是最后也是独自，就是没有任何陪伴的情况下呢，就是而前往这个中阴道道。然后我们在这个生的时候也好，死的时候也好，在漫长的这个轮回生涯当中所感受的各种各样的极其严重难忍的痛苦呢，那么只能呢就是只有自己就是承受。那么别的这个其他的任何一个亲朋好友呢，就是有没有办法呢，就是绝对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佛陀在这个交往经里面呢，也已经这个说了，就是所有的这个父母啊，还有那个这个子孙，就是兄弟姐妹等等呢，就是不可能跟随，然后自己所感受的痛苦呢，就是他们也是无法承担等等，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教言呢，在这个交往经里面呢，就是讲的是非常的这个细致。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也应该这样想，我们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这个独生独死独来独去，就是时间当中呢，都是依靠自己的这个业力来到这个这里，而最后呢，就是也是离开这样的这个世间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现在这个世间的尤其是这个亲朋好友的这种贪执呢，就是一定要断除。他这里呢，就是说，因为就是不能这个承担自己的一切痛苦，所以要断除这个一切亲朋好友的这种这个贪执。什么叫做这个凡夫人呢？有关经典里面也是讲了，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只有各自啊，各自这个漂泊，所谓的一生呢，就是自己啊，没有任何陪伴，就是只有各自就是在这个独自呢，独自这个漂泊，就是这就是所谓这个凡夫的一种这个概念。那就因此呢，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这些贪执呢，就是尽量的要这个断除，就尤其是世间这个亲人的贪执断除的话呢，那么对这个佛法呢，就是也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定界。就是以前的这个欧益大师呢，也是这样说过，就是他说是实情呢，就是端得一分啊，就佛法呢，就是只有一分得力，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这种这个感情呢，就是分别念呐、牵挂这些断除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心底里面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会这个产生的。以前的一些经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断一分烦恼就是增一分菩提，就是我们这个对世间的这些这个烦恼、世间的这些交往一些说辞，就是尽量的这个断除。这样断除的话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真心呢还有什么这个心性呢、智慧啊，就是逐渐的会这个增长的。因此以前弘一大师也是说了，就是说是那个时期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看淡看破，就是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这种各种这个情念呢就是越来越这个看淡看破。当然完全看破的话，恐怕我们现在有些人啊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尽量的就是少年系，就是
如诸信汝可不知占牛舌，如是信有道，其因贪，其因念甚假。那么就是下面这个道理呢，就是对这个亲朋好友呢，不应该贪执，就是用一个比喻的这种方法来就是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的一些这个到这个远方去的这个客人呢、就是到远方去的客人呢，他肯定呢就是在中间会这个住牛就是在这个住在这个旅馆当中啊，就是是这个休息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对这个就是做住牛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作为执着的话呢，就是肯定是不合理的啊，就因为呢，毕竟不是他的这个就是最终的这个住处啊，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我们从那个这里啊，就是到这个拉萨去，到拉萨去的话呢，就是路上呢，就是今天到这个地方就是住一晚上，明天到哪一个地方呢住一晚上，但每一个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跟这个其他地方来的一些这个客人啊、朋友啊，就是聚集在这个一起。但是呢，我们对这些客人的话呢，就是也不会贪执为是，这是我的这个客人，就是因为我们同一个事件当中呢，就是只是在这个旅店当中，就歇一晚上而已的。然后我对这个住处的话呢，也不可能就是永远呢就是执着为是自己的这种这个出处啊，就是我毕竟要这个离开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的出处、对自己的身体、眷属以及呢亲人等等啊，就应该有这样的这种态度啊。现在实践上的人们呢，有时候聚集的这些人面前的态度呢，就是也有一点这个过分啊。为什么呢？你喜欢他的时候呢，过于的贪执，就是一直一意不色，就是这种贪心呢，就是太强烈了。然后你有点就是不满意的时候呢，就是你互相都是开始这个争斗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要杀害这个对方啊。那这种这个憎恨呢，就是也是这个过分。其实我们呢也应该就是不怨不亲，就是应该以这种这个态度来对待这个所有的人，这是这个非常这个好的。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也是经常这样讲的吧，我们在座的这个金刚道友啊，就是同修道友的话呢，希望你们不要有这个矛盾，就是也没有必要的。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暂时就是住在上师身边呢，就是求法的时候是暂时住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必要就是过于的这种这个矛盾，也没有必要呢，就是你过于的这个贪执，你再怎么贪执也是你终身各自的这个业力不想的、不想痛的，互相呢就是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利益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态度啊，就是交往的这种态度的话呢，就是也应该是要有一种这个分寸，就是有了这个分寸的话呢，就是才能掌握就是自己的一切这个行为。
教会这个遗址进出啊，就是教会遗址进出。待及中庆友，当同济爱起私人间物体借舍复令前，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讲那个一定要前往那个寂静的地方，然后呢，就是修行，就是那么这个前往寂静的地方呢，就是就越快越好，就是你还没有这个寺之前呢，就是最好就是前往寂静的地方，在这个森林当中，就是自己独自一人，或者说少部分的这个修行人呢，把你的这个尸体送到石头林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呢，就是很多这个亲朋好友就是等着这个大哭啊。其实我们呢，也应该这个发愿，还没有就是到这个石头林之前呢，自己自愿的就是到这个清净的林间去的话呢，那么亲朋好友们呢，就是在心里面觉得遭遇你这个人呢，已经这个死亡的一样的，就是对你不会这个执着的。当时你哭的时候，当时你死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是不会这个伤心的。有些修行人呢，就是在山里面就是死亡了以后，这个这种这个消息的话，很多家人都是不知道的。但后来就知道的时候，也是他们也好像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因为多年都是离开这个家庭了。离开家庭的话呢，大家都是就互相呢，就是好像就是素不相识一样的这个感觉啊。其实这样呢，就是在佛陀的有些教研里面也已经这个有这个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教研当中也是有这个说明的，就是乃至死人以胆家什么胎居无生未临前的遗址埋向寂静处修行寂静之等次吧，就是在寂静语里面呢，就是也有这样的教研，就是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